知子居手机上传影片速度很快，每秒可达3megabytes。下载影片速度更快，每秒可达40多 megabytes。但是上传影片的长度限15分钟以内。二，亚太电信手机吃到饱专案每月不到300元，可试用一周，又可开 WiFi。这也分享到4、5台手机，或接 USB。到桌上型电脑或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三，影片上传。YouTube。方法一，先在 Google 搜寻社会服务网路电视台，再找到向上的箭头，按一下会录影。现场直播此功能尚未确定，上传速度更快，因为是4G第四代手机，所以速度更快，接收情形良好，可能是知道这项用的人还很少。方法二，由手机多验证下方中央进入档案管理VCIN camera 找 VID 影片录影所得，选一个档案，然后长按几秒，会在最下方出现选单，点按最左边那个分享模式，然后会出现 YouTube 与 LINE及其他图示点点点点点点。四，四 G 智慧型手机加上上网吃到饱专案很便宜，目前每月不到300元，2018年一月得知是经营 YouTube 网路电视台的好时机。只要一方安全，就可做上传影片的工作。由经验得知，过程很耗电，所以上传之前要先接 USB， 维持通电状态。或许可接行动电源，此方法尚未确定。在家可家用电脑。两种设备接上 USB， 增加上传档案量来尽快完成工作，大大排除工作地点或设备的限制，的确是增进效率不少。但是分享到电脑之后的网路传输速度变得慢了一些，手机操作的路径地点设定尺寸图案2.点按更多，3点网路共用于可稀释无线基地台4点点按 WiFi， 这点是由关闭建成开启需要多少图示，然后第二台手机操作向下滑动桌面2次，然后点按 WiFi， 小图示是开启，第一次要点选账号 Amazing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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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ft parenthesis， 以测试范围例6，为防搞混手机进行上传影片测试，造成花费很多档案传输费用，可先在第二台手机设定仅用 WiFi 网路传送，从 YouTube 播放影片程式不是进
再选设定，再选一般，然后找到 the moonlight by 的字点点点。七关叫网络上传功能的操作方法，操作上下滑动作面两次，然后点按无线机一排，开启的方法相同。可找小工具便利桌面捷径，可先搜寻网路它测速进入 Google， 搜寻测速会进入台大资讯所网站，会显示上传下载速度每秒多少 Megabytes。由手机桌面正下方中央圆形图示进入可找到，喂，商店进入后可搜寻客组，然后找到城市，再进行下载就手机可变成机翼台开 MoonlightSky。热点分享到其他手机或透过 USB 接到桌上型电脑或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10。更多影片分享，欢迎搜寻社会服务网路电视台，进入下载广传五周网友看你电视方法业享功德，月将功德为向家母的七世父母七世师长，回向家母的冤亲债主与家母本人，祈求疾苦减轻，身体恢复健康。4G 手机上网上传影片速度很快，每秒可达33 megabytes。 下载影片速度更快，每秒可达40多 megabytes。 但是上传影片的长度限15分钟以内。二，亚太电信手机知道保专案，每月不到300元，可试用一周就可开 The Moonlight。 这点分享到四五台手机或接 USB 到桌上型电脑或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三，影片上传方法一，先在 Google 搜寻社会服务网路电视台，再找到向上的箭头，按一下会录影。现场直播此功能尚未确定，上传速度很快，因为是4G第四代手机，所以速度很快，接收情形良好，可能是知道这项用的人还很少。方法二，由手机桌面正下方中央进入档案管理 VCIN Camera 找 VIN 影片录影所得，选一个档案，然后长按几跳，会在最下方出现选单，点按最左边那个分享图示，然后会出现 YouTube 与 Line 及其他图示点点点点点点。四，4G 智慧型手机加上上网吃到饱专案很便宜。
之是经营 YouTube 网络电视台的好时机，只要一方安全就可做上传影片的工作。由经验得知过程很耗电，所以上传之前要先接 USB 维持充电状态，或许可接行动电源。此方法尚未确定，在家可家用电脑两种设备接上 USB 增加上传档案量来尽快完成工作，大大排除工作地点或设备的限制，的确是增进效率不少。但是分享到电脑之后的网络传输速度变得慢了一些，无手机操作的路径地点设定尺寸图案二点点按更多，三点网路共用于可稀释无线机一台，四点点按 WiFi 热点使由关闭变成开启，需要多少不是，然后以二台手机操作上下滑动桌面两次，然后点按 WiFi 小图支持开启，第一次要点选上好 amazing.references 以测试范围里六为防搞混手机进行上传影片测试，造成花费很多档案传输费用，可先在第二台手机设定仅用 WiFi 网路传送从 YouTube 播放影片程式不是进度，再选设定，再选一般，然后找到 WiFi 的字点点点，机关要网络上传功能的操作方法，操作上下滑动桌面两次，然后点按无线机一台，开启的方法相同，可找小工具便利桌面接近，可先搜寻网路发测速进入 Google 搜寻测速会进入台大资讯所网站，会显示上传下载速度每秒多少 megabytes，由手机桌面正下方中央圆形图示进入和找到。喂，商店进入后可搜寻测速，然后找到 Speeds 程式，再进行下载就，手机可变成机一台开 WiFi。热点分享到其他手机或透过 USB 接到桌上型电脑或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机零，更多影片分享欢迎搜寻社会服务网路电视台进入下载广传五周网友看影片时